两岸关系紧绷，全球也关注。美国 CNN 知名主持人最新评论说，台湾从全球最危险，现在变得更危险。政府到底有没有掌握？我相信他有理论基础了。我就不能讲你说风我就是雨，不能随风起舞。我们的军人恪尽我们职责，好吧？不很乐观，哎呀，没什么。外媒说台湾现在是全球超危险，国防部长也说情势让他紧张到睡不好。不过国安局长却说没一触即发的危险，到底谁说的才对？因为有专攻嘛，那既然我们判断敌情，一定是料敌从宽，不能讲哎乐在其中哎没什么，这你们可以讲，任何人都可以讲。唯独国军不能这样讲。我们到底是要相信谁？CNN 的记者蔡局长，还是我们要相信邱部长？请蔡总统哦，不要当神隐少女，必须让人民知道。国安局长的讲法就是代表整个我们对国安的这个看法。局长的发言就跟两年多前的泽伦斯基一样，开战的前一天他还说乌克兰是最安全。国安部长说他睡不着觉了，国安局长。他讲这里是最安全，睡不着觉恐怕就变成是台湾人民。蓝军炮轰，如果蔡政府认为两岸不紧张，那该不该跟美国跟 CNN 抗议，免得假讯息让外资不敢来台湾投资，影响台湾经济？民进党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办法，所以只好自欺欺人的方式。CNN 人家根本理都不会理你啊！民进党对付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个小孬孬，只有装作没看到而已。内阁官员讲真话只有一个人，叫做邱国正，国安局局长、国安会啊等等，他们大概还想留在位置上，所以他们就跟他讲不危险，不危险啊！我照睡，不能说对国际说一套，对国内说一套，刺激老共在那边挑衅，又说台海很安全，这欺骗嘛？这 CNN 如果说错，最爱谴责假新闻的执政者，这回为何不吭声？如今如何带领国家趋吉避凶，恐怕比粉饰太平还重要。记者肖鲁李璇 SNQ 小组台北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